大家早上好呀，今天呢我一起床就去了一趟 Lidl 了，就是这个公司一个意大利超市，这里的东西都是比较便宜的，对比来别的意大利超市，所以如果你们那里有这个超市的话可以去买一下他们的东西，因为比较便宜。我去 Lidl 早上买了这些牛角包，因为很想吃，还买了这个黑橄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黑橄榄嘛，就这个真的挺好吃的，我就是我觉得挺好吃的，所以如果你们来意大利的话可以尝尝。这里橄榄的话有那种白的橄榄，还有这个不是白的应该绿的橄榄，还有这个黑的。我还买了这个小笼包，还有买了那个饺子，就是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所以我就又买了饺子。所以今天吃的这个牛角包呢是那种黄油做的，真的很香，很像那种法国的那个牛角包。这里我又在学习了，也就是学习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偷吃零食呢，就是会很馋，所以就最好你们减肥的时候别有零食在家，不然的话因为就控制不住要吃。在看在追这一部电视剧，就是护心，你们有没有在看呢？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看电视剧都是用这个网站，叫爱一番。这个网站上面就很多华裔啊华人都会用它，还有好像也可以就是在欧洲都可以用的，因为他们的东西真的很全，电影啊电视剧啊韩剧啊日漫啊日本的电视剧啊综艺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有，还有更新的还比较的快，很快的。所以还有别的就是泰，好像还有什么欧美的呀英国的呀泰国的剧都有，真的更新的还很快，所以你们如果来意大利的话或者欧洲的话都可以用这个网站。今天我午饭的时候我就决定把我的饺子给吃了，所以我现在在煮水饺。你们吃饺子的时候会不会蘸酱啊？我会蘸酱的，我的酱都是有那个生抽，还有放一点料酒和就是还有米醋。对，你们是怎么样子的呢？像看起来真的还挺好吃的，对不对？真的，我真的觉得挺好吃。晚饭的时候呢，我就决定来吃土豆泥沙拉。我的土豆泥沙拉里面放了土豆、黄瓜、鸡蛋，还有黑橄榄，还有金枪鱼。今天就这样了，明天见。